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娜姨。刚从楼下买了点活虾，买的菜、水果。今天中午呢，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吃饭。我也不救活，一会儿哈，我做一个四白汤，然后呢，煮点虾。家里还有那个馒头，我这饭就省事儿了，特别省事儿，主要是打这四白汤。好，我现在就开始先把粥打上，然后再做菜啊。说是四白，就是这四种东西。百合是白的哈，味极鲜，这是酱油，加点姜汁儿，再加点这个亚麻籽油，最后加点这个辣椒油。拌一下，活虾越简单做法越好吃，就加点水，然后加点花椒，加点盐。小菜拌好了，四白汤也熟了，带着水果香气的四白汤，把它倒出来，给大家圈个好物吧，大鱼云木破壁鸡豆浆鸡，哇，真好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我今天简单又有营养的午餐。这四白汤哈，加一勺椴树蜜，加点这个甜味儿的，更好喝了就。先喝一口啊！哎呀，这四白汤太好喝了。你看里边有百合，还有梨。还有那个蜂蜜，我就不在这儿说哈，喝完有什么好处了啊？大家想想，这个季节夏天喝是不是特别好啊？应该是特别好啊。大家回来也可以做，可细腻了。你看，大家看一下，像那个什么一样，像牛奶一样。到夏天中午自己在家里就打上点儿。家里人可能有的人不爱喝。自己爱喝呢，就给自己打一点儿。
拌的小菜儿，这都是我自己平时爱吃的。我中午爱吃什么，我就做点什么。太爽口了。拌的小菜儿，我用的是亚麻籽油，我没放香油，也特别香。这馒头是全麦的，这都是健康饮食啊。馒头是买的，在家门口买的，自己有时蒸这全麦的哈，蒸不出来人家这样，包括大虾吃。这虾买的时候都欢蹦乱跳的，没敢煮，这不都给它闷的没有气儿了，才把它做熟了吃。家里要是有老人有孩子的啊，一定给老人孩子们打点这个四白汤喝，喝完以后啊，这一夏天都舒服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了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